说我过来这个看劳力士的哈、哦，劳力士那个迪吞拿的，我来了广州这个百货，广州这个广百商场，咱们去看看啊、哦，看劳力士的，上里面去看究竟。劳力士手表在中国很有名的，老百姓都认可，有钱人也认可这个劳力士的。因为我们那个街口都是树联院的里。进去看看啊、哦，这个广百百货，广州的。白天没时间，我下班了过来看。进去看这个，看他这个了解这个价钱。我一个粉丝还嫌买这个迪吞拿的，玫瑰金的。走进去，进去看啊、哦，看这个有没有新款的，便宜，实惠。玫瑰金的，我朋友要。就我特意跑过来，我这看看有没有。就是这款，32万5千2，就是这款。对对，只要是这个价，那就是这个价。有没有打折？没有货，也没有折扣。就这个，就这个工价多少就多少。多少就是多少。那什么时候有货？时间不确定，可以先登记他的名字等。还得要登记啊！你这卖的有点，要不给你。跟你老婆买一个这个这组的，我给你录上。这个带钻的，这个渐金的，这个是外圈带钻，都是展示。他说都是展示，他都没有标价。这是女士的，这个不带钻的嘞。我看看你好东西给中国。这个好看，对。这个好看，这个男表，这个你说30多万，这个40多万，四十多万，要是比如说买的话，也不是现货卖是吧？现在没有现货。哇，劳力士做的，他们做的这，你看你要是现货都没有，他这，你看他这个也没标价，金棍展览，挺漂亮的，这个很好看，贝壳面的。是贝壳面吗？嗯，可以吗？这个，嗯，买个都有你。还行。哎，它上面有价钱啊。我不能是14万1千5，对。哎，你讲的你是十多万。这劳力士都没有标价，这是钢款的，这个表都是真表。这是正品，他怎么没标价？不让人家知道价格，你这个骗消费者，那他也不标价、嗯。这个好看，做的，这边还有渐金的，那是干的，这是干的，这些都是干的，这是干款的，黑盘的，白盘的。今天有一个网友发给我看一个，就是这个劳力士这个干的，戴上人家说都说它是假。我跟他看是真的，跟这个一样，这个渐金的，这些都是渐金的，他都不标价，你看，我都不标价的，在韩国、日本那边都有标价，香港都有标价，他这个不标价，这些都不标价，这都是劳力士的，这女款的，这两个是女款的，女士戴的。这是男士的。